总想着希望你能多休息休息，但事情总是一件一件的堆过来。不过趁这次节目，你可以稍微放慢脚步，听听世界的声音，好好照顾自己和哥哥姐姐们。也记得多吃多喝多睡觉多休息，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吧。那千玺，你有觉得自己有特别累，或者是说特别想逃离的时候吗？就是去年，高考那段时间，对，前面又要高考前排12时辰，还有综艺，然后还有那个复习，对，复习高考，反正就那段时间是相对说这么些年觉得最辛苦的时候，然后说就必须得顶住压力，然后把最后这么一个人生的大考得完成好，对，就那段时间说是觉得每天会觉得比较辛苦的时候。